岳将军，大事不好，后山果真山体滑坡了，原先咱们住的茅草屋一夜之间全被埋了。岳青言听了整个人都打了个机灵，差一点他们这些人可就都没命了。水库呢？水库可还好？将军放心，水库没事哦。说起来也奇怪，那泥土只埋了咱们那一片茅草屋。报岳将军，那堆废墟里挖出来一具尸体。岳青言脸色立刻一变，人明明都带走了，这里怎么会有尸体？能认出来是谁吗？是个村民，方才打听了一下，据说叫陈旺。岳青言的脸色更难看了，村民们出事更难料理，他们雇了人来挖水，如今出了事又怎能不管？是哪个村子的？有人说他是碧水村的人。喊碧水村的人来见我。你们村子里的陈旺，你们同他家可熟悉？岳青言原本是想让这二人引个路，他去好生给对方家里赔礼道歉，再多赔点银钱，可谁知道这二人居然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，口径出奇的一致。将军，我们村子没有个叫陈旺的人。没有叫陈旺的？将军问话，我二人自然不敢说谎。岳青言此刻已经察觉到事情的不对劲，忽然外头又有人来报。将军，方才我们清理那堆废墟，从里头找出了炸药。炸药？东西在哪儿？全都被泡了水，应当是用不了了，现下就放在外头，将军可要前去一探究竟。查，好好查，看看还有没有人携带炸药。水库死了人的消息最后还是传回了村子里，因为每家每户都有人去修水库，大家都担心这祸事会落到自己家头上。说是有奸细想要炸水库，死的是奸细，不是乡亲们。炸水库？谁这么缺德啊，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？你说这修水库是损害了谁家利益了？怎的还有人搞破坏的？媳妇儿，你这可就钻牛角尖了，你且往旁的方向上想一想。旁的方向？什么方向？你就别同我兜圈子了，左右我自己也想不明白，你干脆就直接说了吧。我是说，那人或许根本就不是想炸水库，他们的目的在你义兄身上。你的意思是，那人不过是想让义兄失职？是个聪明孩子，你义兄八成是签了什么军令状之类的。可我义兄还是燕王的左膀右臂，若真是因此遭了难，燕王定然会实力大损。能想到这一点，不错啊。不过还有一点，你义兄是岳侯爷的独子，若是因着燕王出了事儿，恐怕到了最后，整个岳家也会站在燕王的对立面。义兄也太可怜了。倒是也不需要太过担心他，他们这些整日处在权力的漩涡当中的人，这些自然都能想得到，即便是他们自己想不到，周围也会有人替他想到。听你这么说的，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希望你考中了。咱们想，这些属实是多虑了，我便是考中了，最多也就当个七品小官，朝堂的动荡也与我无甚干系。那你还是考中吧，你这样聪明，今后定能做个好官。当岳侯爷收到自己儿子的信，不由鬼使神差的就联想到了魏茂公身上。一个去了世的阉人不回去好好侍候皇上，竟留在雍州城背地里使绊子，不行，我得去找那姓魏的算账去。你这急急匆匆的是要做神去？我儿被人算计了，定然是姓魏的那个阉人干的，本侯要找他算账去。你是已经有了证据，还是自己猜测？这还需要证据？整个雍州城也就只剩下他一个混球了。没有证据你怎么找他算账？他身上有着一品大员的官衔，真要论起来你的官职都没他大，不赶紧找证据，还整天想着瞎胡闹，还找他算账，我看人家找你算账还差不多。岳山见自己媳妇发飙了，稍稍有些心虚，脾气也克制住一些。证据哪是那么好找的？可我若是不去找他算账，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去。那你打算怎么找他算账？说来我听听。岳山被这话堵了个正着，他张了张嘴，最后才理不知气不壮的小声说了一句，我怎么不得套他的麻袋揍他一顿解解恨。岳山原本以为这话一出定是又要被他夫人训斥，可谁知道他夫人居然正儿八经地思索了这话的可能性，然后点了点头。揍他丫的，居然敢算计我儿。你这回就不怕揍错人了？错了就错了，他本就不是什么好人，揍了也是替天行道。就这样，东厂的魏公公被人套了麻袋给揍了，在他身边伺候的所有人都人人自危。魏阳年大人，魏公子的母亲今日到了，他前去探望母亲了。爹，去给我把他叫来，立刻马上。始终大人，以这急匆匆的事要做甚去？魏大人要见魏阳，让小的去将他请来。既然是替大人办事，腿脚要更勤快些，你赶紧去吧，免得回头大人责怪你。魏阳啊魏阳，想取代我的地位还是太年轻了。魏阳，你把本大人的修为都掉去哪里了？我娘说今儿要来，
我担心他路上出了什么事儿，就叫人去迎他一迎。一年来了，你调我身边的人去接，到底是你孝顺还是我孝顺？大人息怒，小的这就将人都调回来。魏茂公吃了这么大个闷亏，哪里再敢将自己的生命安全交到他的手里。你可拉倒吧，既然想孝顺你娘，从今往后你回去就是，少在我眼前晃悠，免得看着心烦。魏昂失魂落魄地从屋子里退出来，就看到了迎面走来的史忠。他哪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一张脸顿时就黑了。你对大人说了什么？哟，小魏大人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是你要去接母亲，也是你调用了魏大人身边的侍卫，可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史忠说完也不理魏昂，便直接朝屋子走去。大人，不知林焕属下前来可是有何要事？魏茂公原先还觉得史忠总是劝他十分麻烦，如今命都要没了，劝两句又能怎样？始终在他身边那么些年，他一点事儿都没出过，还十分省心，这才换了魏养没一个月，就差点把命搭上去。你去和魏养交接一下，今后我身边的这些事儿还是你来安排吧。你派人去查查，昨晚对我动手的是何许人也。是，大人尽管放心，属下这就去查。